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叫吴玉简，我希望我的未来职业是一名出名的化妆师。为什么我想要有这个梦想？我为了赚钱买我想要的东西，我也可以帮自己打扮，也可能会受欢迎。我厉害的地方，我会画画，聪明，读书能力也强。阻止我的性格，我爱打游戏，怕会失败，怕会有压力。梦想之路，我会考上大学，不会放弃，多看化妆的资料，坚持到底。我希望我可以达成我的目标。